受伤疤，不准驼背。啊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超尴尬的。你们还记得小杰以前英雄啊？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小杰以前的英雄联盟叫臭三八不准驼背。那我今天不是去剪头发吗？然后我那时候在台北市那边停红绿灯的时候，然后我跟三八就是在聊天。我的那个安全帽里面有蓝牙耳机，有麦克风跟喇叭，然后在跟他聊天。然后就聊着聊着，我们就聊到那个英雄联盟的东西。然后我就聊到他的 ID， 然后我就在那边跟他讲，我就对着前面说“臭三八不准驼背”，因为我旁边有个女生转头过来看我，吓到我，超尴尬的，我不敢看她，超级尴尬。我当下真的超尴尬的，因为我真的是只是在跟三八聊 ID， 因为他的名字就叫三八，然后我们两个都会驼背，他这样子就取了一个名字，就直接取“臭三八不准驼背”。我只是单纯在跟他聊天聊到 ID， 但是就是可能不小心讲太大声。旁边的人以为我在骂他，还干嘛？他转头过来看我，我不敢跟他对到眼，好可怕、啊，超级尴尬。是，我被三八以前真的叫这个名字吗？那就叫三八不准驼背啊！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有一个离我很近的人听到我讲这句话，会转头过来看我。我跟你说，当下想直接找个洞钻进去，真的想找个洞钻进去，你知道吗？超级尴尬的啦，谁叫你乱讲话？不是，我真的是在跟朋友聊天，我怎么会知道、哦？你们不小心讲太大声嘛，然后他又离我离得很近，他就以为我在说他。不然我觉得队友玩的蛮好的、啊，没挂的人满血帮一挂的人硬挡挡到死，他们前面也修了两三台，所以还行。讲了一句他以前的 ID 被人家登，吓死我了。尊贵的五冠王粉丝朋友午安，你好，五冠王粉丝，你也是吗？我死了吗？哇，我觉得队友玩的蛮好的啊。乱讲，我明明就是开着方舟开台的，胡说八道，开了十几个小时哎、欸。哇塞，皮脸叔叔。有毁灭的皮脸叔叔啊！毁灭，这张图的洗衣机是能按。这张图哪来的洗衣机？在哪里啊？他洗衣机在哪？我不晓得。我脸上，这哪是洗衣机啊？那怎么那个是洗衣机？反正你说的是那个机器嘛，可以啊，那个机器可以按啊。哦，王炳宏一换一，哎、欸。没撞出来，小尴尬。奇怪，我今天指令怎么都输入的有点慢啊。我刚刚可以用出龟晕鬼撞他，可是我没撞出来。我按了，但是没反应。我真的很确定我有。小尴尬，小尴尬，小尴尬。我真的有按呢，是不是有人偷改我的按键？对，有按呢。这防ping有点高哎，为什么？应该说我的ping好浮动哦。哇，那要再死第二次嘞！这样子的话，啊，没劲！我躲了他两刀，说、欸，我什么都没按嘞、欸，为什么？
我真的什么都没按呢、欸。王敏宏可以补我，代表我什么都没按吧？那时候王敏宏是不是想玩那个啊，把人家拉起来啊，补血拉起来的技能？王敏宏在搞怪哦、喔。他想玩为了人民。断两次有鬼，可是我真的什么都没按，你应该也看得出来，你能补我代表我什么都没按。别！有啊，有人带踢球啊，王炳宏有带啊。我走喽，呜呼！完了，这鬼是会玩的，我要再死一次了。你要这么猛吗？你冷静一点吧。这个给你砍到，那还好像这游戏玩不了了呢。来了，来试验一下有多少鬼知道这块石头。喂喂喂喂喂喂喂！快跑！我活了，我活了。还没死啊！就跟你们说，灵界很强哦，灵界有很多地方的板只是那种单向无敌板，而且有很多窗户对鬼也都超不友善的。那还是故意扣九九的吧？看起来。遇到墙了，快跑！哎呦，我都忘记鬼有幽灵这东西了。完了，我这个好像要死哎、欸！哇死了啊！完了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他怎么一直给机会啊？他以为我进柜子，笑死！他刚才以为我跑进柜子里了，因为我有急速精密，会怕哦，会怕是正常的啦。哎、欸，他怎么一直敲不到我啊？他的普攻，我是有神功护体的还是怎么样的？为什么孩子敲不到我？欸、我死嘞、欸，妈！哦，不会，还不会死。还踢球？真的，我刚刚那个被骗到两次，不知道为什么两次都没被敲到、欸。哎，就他敲我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位移、欸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补个血啦，哦。家里有煲汤是不是？回去关火还怎么样的？那个时间还那么多，他就给我跑了是怎样？防风门不是那个时间还那么多，在防什么风门？那个就算真的挂到了风门也弄不死你啊！他家里一定有煮汤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今天伺服器好卡哦，像我刚刚出柜晕鬼跟 DH 也都按不太出来，我不知道是我按太慢还是伺服器很卡，而且我刚刚真的什么都没按，
然后我看你补，我补了两次之后，什么技能都没按出来，然后就死。